没灵力，你们破墙都翻不出去。罗丹，吃饭。小，先干饭吧。我累了，虽不知这行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，但对现在的我来说，最坏的结果不过是被炖了。在行云这里，我好歹能吃点好的。回个答，我还以为你不会再回来了。没想到你竟然在这个地方等着我回家。你还挺有本事的吧？就这么点时间，能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。哎，走啊，回家吧。